话啊，我永远照顾你啊。不过，万一哪一天我离开你，离开金刚不灭，无可能。什么人遐尼大胆量，敢朝我的神像离开金刚？我就都是好顶的人物，伊无想要我死。天兄，我劝告世代啊，为有限不可的敌国，在如天地，无人的胆量，用天照加了我金国。失去荣华富贵呀！竟然敢想要跟我争宠夺爱，大家再试一看嘛！请贵人恕罪，在下如此的无奈。实在是不得已啊！有甚么不得已？苏帝就将军不将大门离进，欲跳墙离入啊！事关太子殿下，所以在下不得不谨慎。殿下不管你拢知影，在下来过金国门啊！事关太子殿下，就将军，请你将话讲得较明白一点啊！君后，代志是安怎啊？上世，就我认为，帮助殿下，唔只是干那化解酸芦树的风波而已，更加爱为殿下日后的安全设想。莫非君有万全之策？万全之策，唔敢当。不过，就我尽管你为殿下做一寡有作用的代志啊。是甚物有作用的代志？君有，你敢会当讲较清楚呢？就我尽管你为殿下效劳，表面上我来接纳着教皇后的心腹，自然就会当接近教皇，了解伊的心思甲行动，暗中再过来帮助殿下化解危机。对啊，知己知彼，必能必战必胜。君瑶真是一位有心人啊，才要替殿下向君瑶拜谢。哎，赵将军，你何尝不是一位忠肝义胆的男儿？就无真希望有你这种的朋友啊！只要君瑶无去啊，对即马开始，咱就是好朋友啊！真好，真好！我马上来去拜访洪文龙判官，相信你有办法使我接近教父。在那边啊，要静待君瑶的佳音咯。你安怎来，安怎倒转去，素不奉上。在下恭喜。
是凶人，你就是黄秀梅，我遐认了你。今日都是错误，这是你讲的，不是小弟的，不是小弟咱师兄弟的所作所为。所以，请你闪开，我做你讲。你怎知影？我已经找你不了你了，我每天拢在想你，我永远都无办法将你放回去。至少你让我知影，你为什么变成母牛的死鸟？你为什么要离婚高阳？为什么不等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想你的乡啊，
华兴讲安尼就太见外了，人活在世上就是爱识时务。如今我条文武，谁人不知道华兴是嫁娘娘上该看中的人啊？来来来，请，请。请请事实上，确实也是安尼啦。娘娘对待下官，真是温柔有加。所以石某哪用的无对潘兄另眼看待呢？潘兄，石兄，这是这个夜明珠是专程送来给潘兄玩笑。石兄，你实在看得起下官了，只是手指有愧，却是不恭啊！请实话。日后照中欢喜的所在也真多，尤其是伫个嫁娘娘的面前啊！这当然，下我必定在娘娘面前提起酒兴，方才娘娘有命来传挑你，叫下我入宫进京。哦，欢喜，既然你要进宫，舅母是不是应该随你同行？是。华兄，舅母要登记的宝物要进献给娘娘啊！好，请舅兄在局门外稍等，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娘娘必定会宣召舅兄的觐见啊！多还潘大人。本宫确实是必输不改。是安怎这场五彩双螺球在东宫倒转来了后？会加悬一笑，这个其中一定有什么款的缘故。娘娘宣召下官进宫，就是为着要查清楚这桩大事情。无唔对，本宫爱你解开这个疑问。是。娘娘，下官知有一个人必然解开这个疑问。哦，是什么人？是大名鼎鼎的九位。九州，伊个老爸是先帝大司马九包，封甲人武功。伊不但家世显赫，而且少年的时阵曾经行过五湖四海，阅历非常的丰富。伊对这个奇珍异宝也更加内行。你是讲的倒位去？本家是认为讲太祖所上等的这张双螺球，唔是原本的迄一张。所以我才爱你去调查，你推荐一个对奇珍异宝内行人，有何作用呢？娘娘会当命九宗来鉴定这张双螺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，而且九宗也有咧奇珍异宝要来进献给娘娘啊。哦，娘娘，花大人讲得真有道理啊。嗯。那呢，宣召九宗到中宫去。道理，夏娘娘，本宫听看他讲，你有什么奇珍异宝要献给本宫是？正是，请娘娘请嘛，慢请。本宫是一国之后，干戈已定，我认为你今天的物件也无什么款的稀奇，是无什么稀奇。只是这面镜子，你
是好宝贝，当正照起来真忙，这面琉璃镜却是照得这么清楚。只有皇后这种顶喜乐间的使用，才配使用这面的琉璃镜。温文言有义。这面琉璃镜是一件罕见的宝物啊！什么人跟你讲这面琉璃镜不是宝物？这面琉璃镜本宫真爱，赵惠妃，你确实是一个有见识的人，名不虚传啊！娘娘过奖啊！赵惠妃，本宫有一个问题，想要来请问你，请娘娘明示。你敢捌听过五彩珊瑚树这种物件？花娘娘，美神不只是看过，而且也听过五彩珊瑚树，对着这种物件的特性也有研究。哦，那哪呢？本宫唔着问着人咯。娘娘当然是问着人，美神所推荐的绝对袂唔对啊，就是。酸芦树到底有什么特性？一定讲啊！娘娘用兵，这种的枝枝世上罕见，走遍天下才有啊奇缘。曾经去过一招的酸芦树，两招以上无得通招。五彩酸芦树是一招，一则是两招。差别呢？这分别真大，犯罪中。原来是安心啊！娘娘的疑问总算是解开了。无唔对，本宫早就应该爱想会到，便是当中迄个小囝，然后我再搁再摕第二丛的传落去，这种的物件是天下唯一，搁找也无第二丛啊。